市场，我的市场啊，可不是小不小，就是讲讲，你做多了，你要做销路啊，但是做少了呢，你自己更做不出的，是这原因在这里。你做多了，你一秒市场，我们那谁一定要比和别人不一样，咱不一样，我跟讲给你，你们去买个布鞋啊，轻轻多跟做。做工就会会倒，我们的鞋呢，怎么穿它不会倒，怎么穿它不会倒，它不会做工，不会这就这个鞋就好。我们的鞋，你要穿穿做工就做下去了，我们鞋就自己不会倒，它自己穿它自己跳起来，绝对不会倒。后工不一样，我们做的鞋绝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鞋的贵。真比普通来贵太多了，我们讲实在的，那大夫过来才三四百，绣花鞋一双才300多块、400块，我们一双要1000多块，所以贵的太多。你手工啊？他是自己是手工啊。现在呢，穿的，他有穿过的人，有穿过他就晓得，他人家是贵就贵在哪好。需要还做皮鞋，我也是一样的，差不多最多的时候还是20几个工人嘛。你做外，你去挖水外销，日本，日本做到什么时候？做到中日断交，人家日本从大陆买，便宜越便宜，这就拿大陆。哦，做到中日断交以后，我就没做了。陈仲和先生60年前因为看好这座特殊、竞争力少的绣花鞋，于是向上海师傅拜师学艺。他所创立的鞋厂，全盛时期甚至请了20几个工人。但随着时代改变，绣花鞋从民间必需品变成了艺术品。年纪大了，我手脚都比较笨一点了，嗯，对。我喜欢退下来，但是你退下来，客人不一样啊。由台中来，拜托拜托啊，给我做一双那拜托，是吧？但人家那么远下来，不是你啊。我们年纪这么大，需要赚点钱。你赚得到，你吃得到吗？是不是？是我们养儿子也是一样。你好的儿子，你不要留钱给他，你。教他怎么做啊？怎么不要教他怎么做人怎么样？他没有钱，老了死他了。年轻他一定会自己会去啊赚钱，为家庭来用。他家属有不想不谁好的，就怎么讲？你礼物带多的钱给他也没用，你死了又把这钱，他还是把这钱都花掉。有些时候，价格上来说，我们家会比大陆的还要贵，哎呀，还要贵的情况下，就要接受的人就会变比较少，哎呀，但是贵的原因是因为纯手工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自己做自己弄嘛，哎呀，然后大陆的大部分部分来说，大部分就是只是算有点算是，休闲吧，好玩吧，哎呀。
啊，实际上来说啊，如果说你说要穿到绣花鞋这种在路上走的话，你也不可能会穿几次啦。啊，有的话像那次可能会去垦丁一下，然后就比较玩的心态有没有？哎呀，可是你在可能在台北市、在高雄市大马路上，你也不可能穿一双绣花鞋这样跑。哎呀，或者可能是或者宴会啊，或是一些人家举办什么中国服之类的时候，你才会去穿这种东西。所以说，相对的话，你的心态我就会觉得说啊，我买一双比较便宜的就好了。哎呀，对，所以你买一双那么贵，然后穿了一次两次你就不穿的话，你也自己会觉得哎呀，太浪费了。就像那件事，你会有个疑问，就是说，你卖这个卖给谁呀？哎呀，阿弟哦，你就跟他说筛工，啊筛工，筛工有那么多人吗？哎呀，第一个，阿弟第筛工来说，他工作也是算不上，你像类似人家那种那个跑山顶的那种，跑山顶你一天，你一个月可以跑几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你一双鞋子，你跑几趟才能够算，他算消耗品就已经完了，哎呀。对啊，那所以说，相对的话，人家会反问你，就说，这样子你们家销路好吗？到底在卖给谁？你也只能说混口饭吃而已啊。哎呀，对啊，因为真正有那么大的销量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有一半都是买大陆鞋子啊。哎呀，啊，你说啊，第一个人家买大陆鞋子就算了，买我们家的鞋子又唔知啊那得用钱没拍，哎呀。那就很烦啊！啊，你要让它偷工减料，要让它坏，又想办法，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坏。哎呀，对啊，就只能期望它说常跑山头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或者庙会有那个有节目之类的。哎呀，啊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啊、你就算你降低价格来卖，人家不买，也不一定会买啊。嗯，推广啊，你要推广的是吧？要人多。现在就好像那个一个人一步步怎么走？你说整双鞋做到从毡帮、皮帮、绣好松，到底做好了，没有人谁。都看呢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，顶多三个月才能出来，你当老板他就要走了，是。所以两三个月你根本就谁管？这不好，你要有这个决心，很多要谁？我儿子很乖，我说不行，你坐不住了。有的那时候还有的国中啊，有的高中出来，现在还有，现在有大学生啊，他转过来，他呢，我说不要了，我说你没有那耐心。人才凋零。是这项产业最大的危机，不管是老板还是儿子都有这样的认知。目前只有两个人在生产，光是制作就得耗去许多时间，加上老师傅有传统的坚持，年轻人却想要创新的突破，要如何将这项即将失传的手艺保留下来？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